他总的前一天晚上有我有握着他的手，他握了我的手2个小时。最后有其实我有跟他讲的话，主要是说叫我帮他照顾2个小孩，照顾爸爸。对，他们先去墓园跟二姐的老公 Gary 先去墓园看。对，他还在哪里？到时候确定的话会跟你们说，因为毕竟要等那个 Gary 他的老公先问确定，所以我才可以讲。那你们讨论出来要怎么帮姐姐办这个？背后的动因里面有没有说特别交代什么？没有，就是二姐最后有，其实我有跟她讲的话，二姐最后跟我讲的是，主要是说叫我帮她照顾2个小孩，弟弟乐乐跟弟弟，然后照顾爸爸，然后她很对不起爸爸。乐乐跟弟弟知道吗？乐乐其实知道，因为乐乐他蛮聪明。然后昨天他好像就有搜索那个，他在看 YouTube， 他平常都会看直播那些奇怪。昨天他就搜索自己用语音吧，然后去查那个二姐的名字这样，然后就叫他不要看。对，姐姐，你开前要特别交代什么？除了刚刚讲的。对啊，其实他最后2天在医院的时候，我都有去陪他。其实二姐已经那时候都没有什么意思，讲真的。然后她要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握着她的手，她握了我的手2个小时，对，然后只是看着我而已。然后她说，她有跟我讲说她有心愿，可是她讲不出来，就是对。是有心愿会聊的意思吗？可是她之前已经都跟我们，已经有跟我们讲了。所以我们能做的，我们一定会帮他做到。那姐姐她放弃急救与自己心理无法受煎熬。当然很难过啊，当然很难过。对，我们全家人都很伤心，可是要一定要坚强，因为爸妈身体这么大，而且前阵子他还中风嘛，对啊。哎，讲真的，对姐姐来讲，可能是一种。解脱吧，真的是一种解脱，因为他最后真的很痛苦，然后爸妈不放下，家人不放下，他都不舍得走，真的，他在最后爸妈没有说放下的时候，他真的他不走了，就是直到爸妈真的说放下了，他才真的离开了。对，那雅萍姐还好吗？看起来这两天状况。家人状况都很好，不知道也都没有吃啊。然后不要担心爸爸，因为他回家有回家量血啊，他的血压还是蛮高的。昨天血压好像快200了这样，对啊。他前阵子身体才中风，所以蛮担心爸爸的身体。对，然后咱们之间应该都知道，我们下礼拜一。就是会开放追随，然后大家辛苦了。我们先会，然后我们会在家待到晚上，然后她老公到时候也会回来。哦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